上瘾中，很好喝。啊，真的好辣啊！双面，我们今天自虐计划，声音是不是都低了一阶？嗯，很辣。不会吗？喂，还没有啊。哎、欸，对，现在超级无敌爆红的零食，对，在虾皮上，你只要按零食，我有热销啊什么的，第一名绝对是这一个魔芋爽。到底在有名什么？我们买了一大箱，算是它的全系列了啦，就是类似的产品，他们有很多卖场会统一一起卖，我们就全部买回来。嗯，总共买了。全部口味都吃一下，但其实我们这边买的，他们不是全部同一个系列，有不同家做的类似的食物。对，可能就是那种酸辣型的，我们就都来开看看。对，但这边太多了，我们等下就拿到什么开什么，因为他们全部都超便宜。我们要吃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小辣棒，25元，这么大一包25块。对，我们本来以为它很小包，所以买两个，开一个。超红，救命救命！我觉得很害怕，感觉是硬硬的东西，就是这样一根长长。像是面粉类制品、哦、好辣的感觉啊、哦！闻起来有那种酸辣粉之类的味道，它、啊、好硬啊，蛮香的，有点甜，越咬越香哎，它是香甜辣。等一下，吃完一根好辣，我还不会，我觉得蛮好吃，这有点微妙，我就讲不出是什么东西。我觉得这可以解我的嘴馋，是不是上瘾中？很好吃。来，这个小辣棒，我们给它分数是1.5，三分，太怪了，我不会想吃。这个是素大刀肉，3块，它包装跟糖果一样。我刚刚原本以为是豆干，它就是一块，素肉味，它里面长的就是这个样子，很多气孔，闻起来就是素肉跟豆干合并的味道。然后它是难得没有辣味的东西，好硬哦，很韧哎，哎，这是好硬的，我不喜欢这个口感，好难咬，咬到后面会痛。我刚刚说它不辣，是不是？我收回，它超辣，难得没有辣味的东西。它比刚刚那个辣到疯掉，它辣到疯掉，救命哦！也蛮有的，它也是有那个奇怪的甜味，我觉得它应该就是会加一点糖来制作这些东西。素大刀肉给它分数是不推荐买，就是我真的必须要给零分的东西，因为我吃了一口之后真的不愿意再继续吃，个人是没有这么挑嘴的，受不了这个东西。杂粮时代一份10块，就是现在看起来唯一稍微有一点那么健康的东西，它里面就是一样充斥着非常非常多辣油，一直看起来超油的。各是什么东西了？我从后面前面看，我觉得那一颗一颗圆圆的，蛮像三色豆，但不知道怎么腌成这个颜色，闻起来也超辣。啊，好硬啊！要吃塑胶吗？哎，这好油啊！我觉得吃起来意外的没这么辣，它看起来会很辣，但其实吃起来目前还好。然后它除了很硬之外，还有一点小脆脆的，这个口感好神奇哦！它吃久了就甜甜的，口感很神奇，但味道不是我爱的味道，还蛮接嘴馋的啦，就是有一点油，味道也还行。它硬的地方很像是肉干的硬。杂粮时代我们给它分数是6分，手撕蟹柳烧烤味10元，它很多口味，我们不吃辣，我们来个烧烤。为什么烧烤味也是橘红色的？哦，有可能啊，烧烤酱吧，可接受。烧烤味的手撕蟹柳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它看起来是辣哎、欸。哦，好，哎、欸，好酸的，香香酸酸香香的。嗯，口感就是我要吃火锅煮烂的鱼浆啊。在火锅里面，你放到最后一秒才拿出来的，然后还好这个没有散掉，但是它已经很软，没有口感。那它味道是很棒的，我也很感动哎，很久没有吃火锅，什么它味道好像火锅，它真的很火锅，而且不会辣，它蛮咸的，吃到后面。手撕蟹柳，你的分数是8.5，六点五，好好吃哦。香糯土豆片烧烤味的13元，感觉很好吃。我现在什么马铃薯土豆片就是马铃薯片。但我现在觉得烧烤味应该就不会辣吧？看到它红红的，但是我还可以对它抱持一点希望吧。它上面有一些类似燕麦种子，它切得很像那个波浪状的马铃薯，蛮香的，但是闻起来会辣。等一下会辣哎，闻起来会很多辣油味，它直接完煮到透，煮到黏哎，马铃薯的味道。哦，中间还有一点脆脆的，它有那个哎迷迭香还是什么的味道，就是烤鸡的那个香料味很重。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对，然后它咸有点死。它有一点点酸，很像是那种醋溜马铃薯丝，可是没有醋溜马铃丝那么好吃。对，然后又辣，我喜欢那种松软或是脆的马铃薯，它两个都没有。土豆片给它分数是清水烧红烧牛肉味麦辣鸡汁味，一个都是3元。这个应该都是调味制品，所以应该本人都不是有肉的哦，还膳食
好咬一点，因为它比较薄一点点。不会比刚刚那么好，好蛮多。比刚刚那么好，很甜，真的超甜的。其实根本感受不到红烧牛肉。红烧牛肉味的清水烧，给它分数是4分。来下一个口味呢，就用它好吃鸡麦辣鸡翅，比较像蜜汁豆干吗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又有点不一样，但我觉得比刚刚那个好一丢丢，一丢丢而已，一样很甜。我觉得他们加上那个猪的大刀肉，他们三个基本上就是80%一样的东西，厚跟薄的差异。对，然后这个我觉得甜味更明显一点，麦辣鸡汁味清水烧加分就是3分，香脆藕片香辣味一个13元，这个东西真的都好便宜哦，好可怕哦。希望可以挖到宝哎，如果真的挖到宝，真的是一个很便宜的零嘴，但是感觉超级无敌伤身体，而腌制品，这闻起来很像是吃粥的那个笋干，有点微酸，然后辣油味，很香哎。哎，我超爱玉笋哎，真的蛮像的，因为它没那么酸，有那种莲藕片特殊的很脆很脆的口感。我觉得这种蛮爽脆，但哎有点辣呢。这个好吃，但我吃不了太多，太辣。这个藕片给它分数是。好吃，真的好辣哦！下一个是酱香厚豆干，职员是一个豆干的样子，然后是有皮的那一种，有点像油豆腐。嗯，它好吃哎，越咬越香，闻起来很像素肉味，但吃起来比较像是那种扎实的豆干。对，这个咸度也很赞，好吃哎，这个不错。很像是卤味摊会出现的硬度，气味比较不好，但是吃起来的口感跟味道都很赞，就是很适合配下酒菜啊。这个我在继续吃的时候辣度没有叠加，吃得很开心。来，这个厚切豆干加分数是1.5/9，救命，好好吃。爽嫩竹笋香辣味13元，这个辣油世界无敌多，但它看起来更像玉笋了。对，看起来很好吃，真的跟罐头一样。啊，这我的猫砂味好臭哦，超像的，这毛毛刚拉屎完的猫砂味，吃起来是好吃的，吃起来很像是竹笋哎。很辣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吃第二块。它口感很好，很脆，咸甜咸甜的，香香的。它唯一的败笔就是很像我的猫砂味，不能很近的去闻它，可是吃起来的口感真的超好，而且会觉得这个笋很嫩，真的嫩到不行，它辣度很高，真的很辣。这竹笋加分数是3分，鱼豆腐烧烤味跟蟹香味都是9元。我们先吃烧烤如何？好啊，目前为止烧烤都没有背叛我们。豆腐关东煮很好吃哎，希望它够 Q， 酱也是很多的哈，还有一些胡椒颗粒在上面。它看起来吸满了汤汁哦，那个面看起来很好吃。它没有我们 Seven 买到鱼豆腐那么多哎，对，比较软，口感比较缺少，味道不错，及格，再 Q 点更好。烧烤味鱼豆腐，我们给它分数是4分。接下来这个蟹香味，它长得跟刚刚一样，然后闻起来很像是我们前面吃的那个蟹柳，这个 Q 一点点，但没有差很多，然后吃起来也不太辣，蛮好的。蟹香味的鱼豆腐给它分数是3分，跟刚刚一样。素虾仁、蒜蓉味、山椒味，一个10块。素的哎，感觉那么橘络吗？对，他说他是魔芋制品，给大家撕这个都要小心，要软。乱喷，我们刚刚发现那个我的相机。你们这一台喷了大概3-4滴，这个就是素虾仁，这闻起来有小酒类的味道，为什么？好 Q 哦，这口感我喜欢，超级 Q， 它真的是小酒类的味道吗？就是有蒜的味道，海味比较没有，口感还蛮棒的，它的海味比较偏多的感觉，不像虾，但这个好吃，不要想着虾子吃它，它是一个好吃的零食，超级解嘴馋。来，这个蒜蓉素虾仁加分数是7.5。接下来这个是山椒味，山椒是什么？好臭哦，中文菜有一个剥皮辣椒的味道，反正就是类似的东西，然后加一点醋，好辣，这个也好辣，那辣椒籽都在里面。可是它真的好 Q 哦，它为什么不可以做没有辣味的？它 Q 到我很想一直吃它哎。对，它比珍珠 Q 很多，嚼的时候除了 Q 之外，还有那个脆度，这个比刚刚蒜蓉还辣，好可怕哦，怎么都可以辣成这样？啊，这个好辣。自虐企划，下一个是小面筋，一个7元，稍微比较软的那个小拉棒，对，啊，这有宠物店的味道，知道，这宠物店味最重，好恶心啊！小面筋，给它分数是负的啦，再给它零，真的不行，太恶心，但嘴巴里面还是那个味道，超臭哦。外面裹一层油，闻起来也是常见的素肉味，口感不错。那我
沾油的感觉，有点呛呛的香料，也是慢慢的辣度一直在累积，口感不错，味道我觉得普通。手撕素牛排黑鸭味牙分数是5.5分，接着吃香辣味，好可怕，感觉就一样，看起来更红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啊，怕爆，自己小口，我觉得比刚刚更有嚼劲啊，我觉得它真的很辣，然后我觉得两个味道对我来说一样啊，我已经被辣到分不出来这两个味道有什么差别，它们两个太像了啦。我的口腔里面有某个地区可能残留一点辣油，然后我喝水的时候，那个辣油就被冲起来，整个嘴巴乱窜，我喝水快要呛死。来，这个手撕素牛排香辣味分数是5.56分，后爽海带片香辣味1.8元，这是大家看到的海带。好吃哎、欸，而且有的小吃店海带还会煮到有点软烂，它不会，它有厚有薄，有像海外面小吃店海带的厚度，然后也有那种海带汤的薄度。哎、欸，我真停不下来，好好吃、喔。这个没有很辣是不是？还是辣。这好好吃啊、喔，而且还脆的、欸，又滑又脆，就是梦寐以求的海带啊。它如果不辣，我就给它满分。去卤味摊会点的人，这个要买起来。我觉得里面有厚有薄，吃起来也很开心哎、欸。好吃，但你不要再吃了，那真的很辣。可是好好吃哦、喔，会叠，这个会叠，会吗？会，还没有啊。那等一下啦，等一下。后爽海带片给它分数是9分，九分，好喜欢，好吃，好辣，不辣就10分。风吃海带1.7块，酸臭味，跟刚刚很像哦、喔，醋味好浓哦、喔，口感也差不多，它是一个酸辣味。这个其实也不错，一开始闻到那个臭味，其实有一点点像海鲜的腥味，但是其实吃久了蛮香的。刚刚绿色这个的海带很滑很脆，这个好像就韧了一点点。口感的话，我比较喜欢刚刚的。风吃海带给它分数是7分，7分。爽嫩金针菇1.13元，这个麻味很重，好辣，有一个甜甜的辣味，然后金针菇咬起来会有脆脆的声音，就是咬不断，大家都知道金针菇就这样，还会再见面的那种。对，我觉得这款辣很香哎、欸，有吗？花椒味蛮浓的。金针菇长得这个样子，爽嫩金针菇给它分数是8分，7分。杏鲍菇1.13元，里面就是这样切碎的杏鲍菇，杏鲍菇好好吃，味道很好吃，口感超棒。我们声音是不是都低了一阶？就是喉咙已经被辣到了，快哑了。杏鲍菇很好吃，但是很辣。我现在没有办法正常讲话，我要这么高的声音，或是这样子的声音，还是有一点猫砂宠物店味。我觉得应该有养猫的比较敏感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还 OK 可以接受吧。我会想要跟粥一起吃，没办法。杏鲍菇给它分数是8.5，甜脆萝卜香辣味1.8元，那就是腌萝卜吧。好辣的腌萝卜、哦，就是腌萝卜哈，我有点。不敢吃哎、欸，它闻起来的辣度有点超乎我的想象。它真的太辣了，但它很好吃，甜甜脆脆的，但好辣哦、喔。Oh my god， 真的很辣，但它很好吃哎、欸。它可以不要这么辣吗？拜托，不辣我就给你满分。很可怕，它超脆，这么远距离都可以听到它那个咔嚓声，超级大声。味道很香，但是太辣了，这个真的只能敢吃辣的人买。真的太辣了，唯一败笔。甜脆萝卜给它分数是6.5，软豆皮10元，像鱼皮哦。啊，我的手机里面长这样，很有空气感，然后每一个都很薄很薄，薄豆干，橘豆干那个会有的味道，市面上吃沙茶豆干的味道，就切得很薄很薄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不辣也很好吃啊。软豆皮我们给它分数是4分，最后一样了，终于最后一样。它有三个口味，就是启发我们要做这次主题的魔芋爽，太红，太多人喜欢。没错，魔芋爽麻辣、香辣、酸辣味，除了酸辣都是5块，酸辣是4块。我前一阵子买了非常多魔芋爽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酸辣味，好吃到你买哦。对，不吃辣的人，我弟会吃啊，我就偶尔吃一下，大部分都他在吃。好，酸辣先来好了，然后酸辣泡椒，它就是像这样的肉。都是我擦过，不要担心。嗯，油的好好吃哦。对，它这个蒟蒻，它虽然很油，然后它不会有那种油耗味或是素肉的那个气味，也没有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猫砂味，还是这个好吃。然后我吃了这么多下来，我突然觉得它的辣味是不是比较能
能让人接受啊。对啊，是我们短时间那个吃辣程度突然的成长。然后它是酸，就是微微的酸，有点提味而已的感觉。它主要还是麻跟辣，酸辣味的魔芋爽牙分数是8.5。我们接下来吃香辣味，它们基本上长得都一样。然后它切的是条状，上面有一很细丝，会比较像是毛肚的样子。然后它也很好吃哎，很香，很麻辣香，很棒。它的辣就比较单纯，刚刚的还有多一个酸味，这也很好吃啊。这真的也很好吃，但好辣。今天这些辣度对我来说都大辣。这个其实口感跟我们刚刚很称赞的虾仁很像，但虾仁做比较大，它的 Q 好像比较明显。我觉得这个再麻了一点点。香辣魔芋爽加分数是8分。我们快要结束了，各位。麻味很重，花椒味更浓。一吃下去的时候会觉得辣，只有麻，那个麻散开之后，你可能吃的比较多才会感觉到，辣慢慢的上来。好像比较怕辣的人最适合吃这一个，对，因为它主要是麻。它好火锅，很想吃火锅。这样一起吃真的是落差有出来，但是平常吃之后觉得三款其实差不多，对，只有酸的多一点点味道。如果你比较怕辣，但真的很想吃的话，可以接受麻的话，我会比较推荐麻辣的。它会整体吃起来好像让你觉得没有其他两个那么辣，因为麻已经大辣大于辣了。麻辣魔芋爽加分数是8分，好吃。我觉得魔芋爽就是非常的平均，其他的东西不是每一个都是同一个制造商做的，高低起伏落差蛮大的。这次开下来最推荐的还是魔芋爽，但是我们也各自要选一个魔芋爽之外的 MVP。 我个人是蛮喜欢它这个豆干的。那我是推这个素虾仁。那你结束了，就是我们今天有点摧残自己的吃了26 Oh my god， 26样中国零食的影片。喜欢今天影片，我们喜欢这里我们没办法开箱，有什么想说的话希望都可以在底下来告诉我们。